乘搭升降机要安心，就要参加政府和市建局推出的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。合资格的旧式升降机，不管是加装安全装置还是整部更换，最多可获得50万资助。合资格的长者业主还可以获得额外资助。最要紧的是做好定期保养和维修，如果发现升降机情况异常，就要马上找人检查。拨打3188-1188了解详情吧。